小美、啊、你在看什么呢？友達が写真を送ってくれました。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啊？10年前。十年前？你的皮肤状态看起来跟十年前完全没有区别啊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自分は使うもの食べるものにはとっても気を使っています。特にスキンケアに関しては。ほら、これずっと使っている SK2 のエッセンスですよ。我用神仙水也好多年了。神仙水？神仙水是昵称，因为大家都说它很神奇，什么时候开始用，皮肤的状态就好像停留在那个时候。哇，神仙水可愛いね。听说这里面的 Pitera 是天然酵母来的。是啊，做米酒的老爷爷养仙很多皱纹，球球很光滑，怪不得 Pitera 是这么神奇的抗老成分，而且神仙水里面有90%的 Pitera， 真的很厉害。季俊，我们要不一起拜拜拜？好啊。